在干什么？我怎么？我的键盘读出了点问题，按到 Q 了。坏了，这要被遗物战机了。人都到了。我那个红没掉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好像富有了。这下是真坏的。哎，他十二刀抓上了，能接受。什么都查不到战绩了，什么都看不着。看这个样子，我好像得住在下楼一段时间。这个线对面解不了。职业选手在峡谷打要被逼疯。还好他们是超级号，他们不是超级号。对面这还敢上、啊？这直接送了呀！这个是，我的操作其实挺刁的，有点笨蛋。我本来可以，就是这直播打完这把就录播了。我不理解。升个五级不够，我没换扫描，有扫描的话这不应该升五级了。想多输，有点丢脸。你得回来帮我呀！这个龙没人帮的话很危险，派克来太快了。还有对面那个打野，这水龙我跑不掉的。习惯了，那我那下平 A 不到了，因为他已经跳我脸上，我只能交城，可惜 A 不出来。我这波操作还好，这哎，这波习惯了，没事，慢慢打吧。这个英雄打不了，前面打不了佛爷。而且对面的强度，我自己感觉的话不是很高。家里都要做大天使，
我们这边阵容比对面好太多了，他们那个阵容对我们来说玩具。卡牌加我们的上中加我那啊我在干嘛，那小狗叫了。哎呀没事，还行吧，给他两个头爆油方蓝魔辅助好像职业上都有吧。我觉得我要把一只小狗送，我还有三只小狗，我觉得有只小狗太活跃了，我是不是要考虑把它送走？那我闭个麦吧，对你们来说会有。小狗不叫了，终于不叫了。
十五动工。效果不叫了。不是录播，打完这把就开始录播了，打完这把就开始录播了。肯定要买盾弓，也得买，我得把这蛋打出来。我们不拖盾弓吧？哎，算了，我觉得十五可能这把优先级高一点，盾弓优先级反而在后面，对面的爆发点太多了。青钢也是真伤，确实需要盾弓，但是这两个点如果不出十五，他们会秒我的。你们可以白天来看，主播作息时间比较健康，晚上有白天的录播，你可以加主播的那个微信，然后我可以拉你进群。我们得疯狂攒钱了，就这一波吧。对面打野会来，换。我确实想吃这个，但是好像来不及。他派克的伤害都挺高，我可以秒他。下次见面就是秒他了。你可以加我微信啊！你们没加我微信，我怎么拉你进去？不是，是公告里面的，公告里面有我的微信。这个里面有我的，谢谢兄弟送的情书，先 Q。我真的要制止我的小狗了，我的小狗每天晚上都叫，听到没有？我一会儿出去揍他们，我头上一人翘一个包。
哎呦，这都没死，还不是杀阿狸？这阿狸为什么这样做装备的？我这不，哎呦，这都没死，真是可惜。哦，这死了吧？这不可能不死吧？大。啊！我的 hell！我去揍他们，此地师傅一词，我去揍小狗了。等一下，快救！真是的，我必须揍我的小狗，我的小狗每天晚上都能乱叫。啊，他也没有韧性。我的野区，哎，我去揍小狗，我的野区没了。白天会有，放，哎，以后会有的，不着急，兄弟。咱们最近在恢复流量，这波这河蟹得看，如果不来的话会很麻烦的。这个打龙就快了，再开个 Q， 猛猛打。打龙呗，那跟龙拼了。我们的兰博不知道自己的危险。这种初中的阿狸都有走，都有搞头吗？他钱太多了，还好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得转影魔刀啊？银血剑、影魔刀，我思考一下。这个时候转影魔刀，不能转不了。转不了，不管他了，一会儿把他秒了，快叫个队友吧。那个时候想逃避，但是直播了三年吧，两年还是三年，你不去直播的话，你也没有什么技能，不是吗？你没有技能。至少在直播中学到一些东西。我不做影魔刀，这影魔刀不行。
为什么会这么能跑？各位，红牌大师，你这么玩吗？我有堕龙，那什么胶哦，堕胶祭品，听起来就很屌，听起来就很厉害，嘿嘿嘿嘿，哈哈哈哈！往哪儿跑的老弟？大龙跑，给我这个打出来了，给我大川打出来了。我瘦了好多，哦不，哦不 ，bro， 我只是开的美颜而已。我去年130，然后今年前几天160，不过最近在健身嘛，然后现在150了。我每天早上会直播健身的，你们想看的话，主要韩飞跟我说，等以后人多了再播这个。Shit！ Oh, br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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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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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但是我说实话，我还没跟职业去。没跟这一批 MSA 战绩的人对过位，上一次排到他们在对面，哦不是在我这边玩打野，我是上单，这一次排他们，我对面这个人不是职业，我对面这个人是钻一，没有成就感，我能赢就好。我也打女皇也能打，没什么好的。这把应该买蓝盾的吧，我思考一下，蓝盾挺不错的，咱们就蓝盾吧。60的暴击几率还有一件装备，无尽，来吧，复活甲也行，动手，他想单带打出一点东西，我们肯定不能打东西。有那个打得很快的，有那个跑得很快的，这是火龙魂地图。Oh, you are right.上次你打不打他的金刚眼？但是我不是，我是打野对位，我感觉他这个 G2 的上单玩金刚眼像是练英雄一样，他不属于一个职业水平，我感觉。我当时都说他有点演员的感觉，没说。说不上来，可能在为这个比赛做准备吧，所以要苦练金刚眼。这是唯一的解释的。
哎，无尽嘛，咱们万一弄个纯种火龙魂，四条火龙的80暴击几率佛爷，我都不敢想。你想和主播做朋友，其实长大之后，怎么说呢？有个东西叫做，其实每个人都能做朋友，只是你跟陌生人做朋友，你本身就不会有什么交集。这种属于是无用社交，就我可能会跟你寒暄，我可能会教你一些东西，但是有些东西没必要。G2 的不是这个是哪个队的 AD？ 这个不是 G2，对面这个上单是 G2 的上单，我看他们俩训练赛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输出高的同时我还很肉。前面这个上单是这个打这个 AD 是哪个队的？这把其实意料之中的胜利吧。这样我再打一把，我去跟那个发一下，反正我截图好了，我今天不让那个了，我跟他说一下。我搜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不会，你们可以白天来看啊，可以花1块钱送主播一个1G 粉丝牌，然后你可以加主播这个公告里的微信，我拉你进群啊。主播白天会直播户外的，我搜个东西。哦，我得写我这个出装，我还得解说一下。待会儿我写个文案去吧，我写个文案。稍等，我写个文案，各位。哼，主播一般就10点钟就睡觉。我写个文案，我写个那个。出装文案得盖好，文案的话，